我觉得凯宴是一台可以满足我所有需求的车子。凯宴它可以帮助我做好每一个角色。凯宴经典的飞跃线设计，外形相当契合我时尚的穿搭风格，而且它外观蕴含了跑车的基因，却又有着 SUV 的多样功能。它的后座空间非常的宽敞，而且它的动态底盘的调节会让车子在行驶的时候非常的稳定。有了驾驶的辅助系统，可以随时提醒我路况，这样开车的时候就更安心了。随着角色的转变，心态当然也要跟着调整。平常在开车，因应不同的情况就有很多种驾驭的模式。我可能平时会设定在 normal 模式，偶尔呢就需要改成 sport 模式。如果想要享受那种油门加速的感觉，就会调整成运动升级模式。当我坐上了凯宴，握住方向盘，主导自己的方向，踩下油门加速的瞬间，就会觉得心跳加速。一个人开着车，听着自己喜欢的音乐，完全就可以置身在属于自己的世界里。所以随心所欲的 drive time 就是我觉得最棒的 me time。